台北市立体育专科学校，培养优秀的体育运动人才为目标，是国内最重要的体育学府之一，对于提升国家体育运动水准贡献卓著。而杨采妮今天能否通过严格的入学测验呢？我们先来听听体专同学们怎么说。杨采妮，我觉得她很漂亮，可是她体育应该不好吧？哦，我觉得杨采妮蛮开朗的啊，很活泼啊，她的体育应该蛮好的吧，运动细胞应该不错。杨采妮哦，看她很漂亮，体育大概不行，来我们学校大概很糟，不行。杨采妮的歌好不好啊？好。杨采妮的体育怎么样啊？很棒。杨采妮进我们学校很难。听起来体专同学并不看好杨采妮，不过到底会如何，我们看下去便知道。我们今天来到台北体专，是不是一定会做很多运动呢？可是在做很多运动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做手腕的运动，就是全民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策略。今天我来到的地方就是体育场，我们来看一下后面，大家来运动，健康又快乐。那我现在要到底干嘛呢？就是开始我的运动最拿手的标枪。拿标枪的位置很重要，你一定要摆在眼睛这边这个位置，所以手就放在这边，脚就配合刚刚那个手就一起出去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是很专业的话呢，你还可以在这个之前再加一个动作，就是先这样子去跑跑几步，然后才接这个，然后这样子出去，就是这样，那么完整，你们听得懂吗？那这样子哦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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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你们没有发现我是女的，刚刚那个是男的吗？这个东西是很专业的。你那么厉害，你出来试试看。给他标枪。腿掉地耶，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啊，不要难过。你笑，他笑你耶。他是你的。不管去。不管。你不要笑。我不要。一、二。哎，还有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成绩，大概有那么多公里。可是呢，我们去看看我们今天其他的工作人员丢的距离有多少。你看，丢脸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还算很不错了。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其实真的很好，应该在夏天的时候，在阳光下面来到运动场来运动运动一下。不信，可以来试试看射标枪，就知道多难的。